要把它调到肚子里面，啊，调到肚子里面，好，调到肚子里面。这个呢，颜色是这个样子的，对，跟这个原汁那个颜色差很多了啊。好，这样好了之后，我笔尖哦，开始要画的时候，笔尖沾一点浓的，沾一点浓的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这边开始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啊，一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两根，第三根哈、啊，这个水分太多啊，第三根我可以把它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第三根，然后第四根，我就要开一点了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第五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你看，五根竹竿，三根在一起，两根在一起，中间给它区隔，这样子呢比较好看。如果我们是五根都平等距离排在一起，就不是艺术了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在画篱笆的时候，常常是太整齐的篱笆就不好。看，篱笆必须要歪歪斜斜才好看，啊，我们在这个竹子，在竹子的外围，啊，我们画个篱笆给你们看。这个篱笆啊，歪歪斜斜，歪歪斜斜的，哎，艺术。你如果把它画得很整齐，一排过去就不好看。所以他们一句同学啊，哦，大家在雕塑那个维纳斯，哦，整个维纳斯，那维纳斯的原版是他裸体，对不对？嗯。两只手呢就伸到下面，有一种害羞的那种动作，对不对？啊，学生如果连那个手都把它雕塑出来了，啊，就不好看。要把两只手被把它拔掉，对不对？没有手啊，反而好看。这很奇怪，就是这样，艺术啊，所以艺术有时候很奇怪啊。啊，变成有泥巴。对不对？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五个竹竿，哎，画好了，现在画那个竹节。竹节呢，你们可以这样画，这个是最简单的。但是呢，也可以这样画，
啊，你看到后面看得到吗？可以这样子画，啊，啊，我觉得这样画比较好看，而且你比较能够控制。然后你要画竹节呢，我们用小蓝竹，用小蓝竹。好，那个竹节啊，这就好了啊，竹节好了。今天我们就是要练习到这里，啊，五个，啊，五个啊，五根，好。第一根或第二根竹竿出枝，然后这一边呢？第一根或第二根出枝，这样就够了，啊，这样就够了。而且哈、哦，出枝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尽量的靠近竹竿，不要哦太开哈、哦。可是我觉得我画的时候就会没关系，那个没有关系，本来就有结的哈、哦。后面那一位学员他怎么说要讲我从这里出枝啊，一二三四五随便你、嗯、然后呢这边出枝然后就是那边出枝这边出枝就是那边出枝啊，这样子，这个是第一节。那这个是往上的话呢，哎，就是要变成左边了，左边了，好，这里有一边了，那这一边呢？你要这个出枝也可以，这个出枝也可以啊。那你如果要这个出枝，为什么要用这个出枝？因为这个距离比较宽，你比较有掌握性啊。OK， 这样子字条出来了，字条出来了。现在我们要画叶子啦。他不想一个人坐在前面的坐，那怎么办？是啊，你问我也不知道。那我要去走。哦，哦，哦，好了，不然没关系，你坐。下个礼拜我再安排。不是，他们不坐我再坐。这都要讲好，不然。好了。坐不下，没有啊。是啊，坐不下。不可能。